阿给达，这里是台湾的大学生 ，You know what I say？ 东京时间12:00，我们要去哪里 ？You know？ OK， 卡拉 OK。OK， 不会是这个进去吧？这有点，这里有点恐怖哦。有点恐怖。我们刚刚电梯，我们还没进来，电梯门就已经开有了。好小哦！这就是一台这样的一个机器 ，Joy Sound， 我选的是这个 Joy Sound。这边到5点的话，两个人只要我们选最贵的，两个人一个人6200日币。我可以用这个 Joy Pad， 看一下哦。是用触控的，然后它就是这样一千小小的包厢，然后开门之后里面就有一个隔音不算太好的房间。我相信渺渺的瞬间，我破心念念的永远，我相信你会就能万岁，快打开你的嘴。虽然说他可以到5点，但是可以先走了。对，哦，好痛。对，他很痛，现在不错。对，只是要查歌需要多少点？可能对，可能需要一些罗马拼音的知识，其他都还选机种也是一个学问的，因为不同机种有不同的点方式。对，是夜唱时段，一个人700多。6560，也就是一个人是大概700，还行还行，歌还蛮多种的，比台湾的多，有些好乐迪的歌没有，这边都有了。然后这个是半夜4点的 Nishinipori， 没有，现在
这里是尼泊里。哦，这里是尼泊里。这里是尼泊里。半夜四点的尼泊里。我们刚刚走在路上，我刚刚没有按录影，你说明一下发生什么事。走过来的时候就问说马萨基，重点是后面那句，可以到你房间，全套或半套都可以的。形形色色。我讲中文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